所以说我也就是这么想的嘛。那我挂了，这样才能做的好，等做的更好，才能做的更大，你们觉得对不对？因为你阿米说到底还是要赚钱的，是吧？你懂不懂？不管什么时候，最终还是要赚钱，才能做自己想做的事情。比方说，我赚到钱了，是不是？我们可以拿出去很多钱做公益。比方说，我们现在，社会上面能够看得到的，你像身边的有一些特别困难的家庭，有的，生的那种罕见疾病啊什么的，咱们都可以去看望他们，去看给个35000啊，是吧？到时候赚到钱了，我们拿出这一部分去回馈社会，多有意义啊！但是你不管这个社会，你不管做什么事情，你都必须要有本钱，对吧，叔叔阿姨哥姐们？只有有本钱了，你才能做更多有意义的事情。你觉得呢？嗯，其实咋说呢？我觉得你刚刚说的确实是挺对的，确实挣到钱了就可以帮助更多需要帮助的人嘛。那是肯定的呀。但是你看，你这兄弟的钱一下子给你这么多。有点接受不了、有什么好不接受？应该接受了，刚好我也挺需要帮忙的。哎呀，你闭嘴你！那是人家辛苦挣来的钱，又没有你的份儿，对不对，叔叔阿姨哥姐们？所以说有时候还是不要太执拗，懂不懂？你应该替表姐说的，那个啊，你闭嘴！该收还是收的，真的是，对不对？咱们再说了，咱们收的，咱们的公司以后赚钱了。也有我好兄弟的股份呀，我们赚的钱还要再分给他的，这就等于是交叉持股。我这个事情太大了，我们还是得好好考虑一下。还有你知道吧，他已经在这方面在做规划了。啊，他已经在做规划了。在做规划了，我咋你咋不告诉我呢？他也就是最近在跟我说的，因为他这个事情他也就最近才跟我说的。他这么说的，其实说实话，我觉得是可行的，是吧，叔叔阿姨哥姐们？我认为是可行的。你要我们天天卖个山货有什么意思？我说实在，真的我自己都觉得太没意思了。我真的，我摸着良心说，我自己都觉得太没意思了，你知道吧？懂不懂？接下来我们只有带专场啊，搞什么做什么其他的才能赚到钱？赚到钱过之后。才能做自己想做的事情。确确实实，我也知道咱们叔叔阿姨哥哥姐们确确实实是对我们卖的这些东西确实有已经有很大的依赖了，是吧？那等一会哈，叔叔阿姨哥姐们，哎，阿牛的跟小弟呢？阿牛跟小弟去老市场了。他们去干嘛了？他俩去买洋芋。哦，要不给打电话让他们过来给大家。那让阿牛过来给大家跳个舞也行啊，行，对不对？阿牛跳舞，阿牛跳舞特别的好看。你以为呢？那是我媳妇。大家一起预约一下啊！哎呀，叔叔阿姨哥姐们。您好，您拨打的电话正在通话中，不接还是接了？是，他通话中，他是在跟另一个打电话吗？我搞不清楚哎。这么冷跳什么舞？穿厚一点跳也好看呀，对不对，叔叔阿姨哥姐们？他应该就是跟那个男的在通话。我来找你们就是为了那个男的事情啊。什么事啊？你二狗跟小玫瑰说吧，我什么事啊？表姐夫，你是不知道，我无意听说阿牛又把那个男的加上了。谁啊？那前面帮他那个男生呀，你忘了？哪个？就阿牛去收山货嘛，然后路上他不是摔倒了吗、啊、碰到了一个男的，是大学生，前面我骂他嘛，我怕他被骗、我知道这个事情，大家都知道的，对吧，叔叔阿姨哥姐知道的，咱们打两个字知道什么情况。他又加回来了那个男的，然后二狗委屈的跟着我屁股后面。不是，你说清楚是加回来了还是怎么样了？加单独加回来做个朋友也没啥。他们俩看那样就是在谈恋爱。真的假的？啊！真的假的？反正我看阿牛就跟那个咋说呢，就是通话就打个电话啥的也，反正我不知道聊的啥，就打电话发消息什么的。然后是拉铁告诉我的，拉铁他还不是男女朋友，
哦，普通朋友一天到晚打三四个电话，有可能是简单的打个电话呢。简单的打个电话，嗯，哇，这么多。我真的不知道是二狗他委屈的跟个孩子一样的，又跟着我表姐，表姐我跟你说，前面都差点就哭了，委屈的跟个孩子一样。他说二牛跟别人跑了什么的，真的笑，差点把我笑死，怎么可能嘛，二狗。不是吗，阿牛？人家就打个电话，你。阿牛，那个二狗，等一会阿牛过来了，我来问问他到底有没有谈对象，好不好？反正我这么跟你说，就他谈对象了也属于正常呀。他是我的，他怎么能和别人谈恋爱呢？你俩又没结婚。什么是你的？我的个天哪！你不要那个，这个事情你还是要搞清楚再说，知道吧？还是要搞清楚。那个男的都不知道什么意思，一直在给阿牛发消息打电话。赶快给阿牛打电话，跟他说，哦、跟他说，阿牛他刚刚鲜花饼吃鲜花饼，让他过来吃鲜花饼。我再给他打一个叔叔阿姨哥哥姐姐们。嗯。我喝鲜花饼喝的，哦，喝包子粉，李哥。哦，他们是不是？哦，他。这个表姐。喂，沃托阿牛。怎么了？认定你俩呢？你俩。赶快回来吃鲜花饼了。回来了没有？真的鲜花饼。对，鲜花饼又到了，快点过来吃。小苗哥已经吃了两三个了。可以，我们在帮大爷弄这个白菜呢。好，你先过来吧，等我再过去。快过来啊！嗯，过来。好。好。阿牛的事情自己做主。反正阿牛，我这样跟你们讲吧，叔叔阿姨们，反正阿牛是真的，是珍惜，不想嫁给二狗，而且也不能嫁。确实是不能嫁。对，这是事实，知道吧？这么跟你们说吧，他喜欢二狗，或者是他们两个相互喜欢，这也不能嫁的，知道吧？因为我爸爸妈妈也就是近期结婚。对。如果我姐要是再嫁给我舅舅的儿子的话，那就，是吧？就不行了，知道吧？对，早晚坚持喝包子粉。早晚坚持喝。表哥问二狗什么是爱情，对，你知道什么是爱情？你知不知道什么是爱情？什么样的爱情？我喜欢他，他喜欢我，就是。但是你喜欢他，他喜欢你吗？但是他也不能无缘无故和别人来那些暧昧啊，这还。人家搞，哎呦我的妈，加个微信就搞暧昧了，不是吗？哎。那他，你咋知道他俩聊的啥吗？反正我没听清楚，没听清楚你就乱说啊！你就看到那个男的给阿牛，现在阿牛说，假如真的跟你了，你现在你有没有能力养活他？你有没有能力养活他？你有没有能力？为什么没有啊？有没有工作？没有啊。对，你去找呀。跟你在那干什么？我可以找你什么？好不好喝？我的好喝呀！阿米问我好，叔叔阿姨哥姐们，我们家的包子粉好不好喝？你看我也觉得好喝的，咱们打个好喝。但是包子粉，叔叔阿姨哥姐们，我们确实那个还收了一些，但是我要留着，因为关总那边就是我好兄弟那边嘛，他们公司做的也比较大，然后打算留一点给他们公司送人，他们公司送人，全部给他们留着了。然后我们上海的那个深圳的那个好，跟大家报备一下哈，我们深圳的那个大哥的包子粉已经全部给他发齐了，包子粉已经全部给他太好了，真的。他们是过全部发齐了，发给他们公司员工的，是的，就是的，是的，对，因为他口感这个口感太好了。我们家的包子粉口感是，他说在我们直播间买了两单，王者，然后回去喝的特别的纯，然后就又后面跟我们私信嘛。不是阿米，你昨天跟我说了要给小苗叔叔买了衣服什么，买了没有？好，买了衣服给小苗叔叔他俩准备了买。见面买的衣服什么买了没有？正在准备呢。啊，正在准备呢。你给大家还要带什么东西？准备什么礼物？开始卖货吧！你们想要什么呀？主要是鲜花饼。你们想要什么？打在公屏上面，今天给你们上。今天就宠粉时间，但是直播间的叔叔阿姨哥姐们，小苗在这里，还有个谁呀？
倩倩给我打电话干嘛的？啊？倩倩，他干嘛呢？谁？倩倩是不是？是不是我那张表弟媳妇他姐姐呢？啊？那个风筝一算了，我不接了，不接了。给你打电话干什么？我不接，不管他。不，你把他电话给挂了。你把他电话给拉黑，不要打了。你再打了，那个阿敏，你这，放心吧，不会那个。没事的，表哥。这阿敏，你放心，对，我也相信小明。这个，你尽管放心。叔叔阿姨、哥哥姐们，唐人不见一次鲜花饼，不见一次。对他万一是问我借，我欠他钱呢，我还欠他钱呢。那这咋整？要不你回过去问他有啥事儿？哎，算了吧。给他打就接什么啊？你凭实力借的钱，凭啥给他？没事，你要回的话，你就现在当着阿敏的面给他回过去，有什么事说清楚。嗯，是不是啊？你到单位私下的单位再给他回，是不是啊？再说吧。叔叔阿姨哥姐们，我的妈，怎么都要鲜花饼啊？鲜花饼，是不是你？就我刚刚的鲜花饼拿过来。你们都要鲜花饼吗？那不行，给大家炸一波鲜花饼吧。我觉得可以，太好吃了，正好为行不行？叔叔阿姨哥姐们，要鲜花饼的扣个一。我的妈，我们家鲜花饼目前卖了5000多单了。嗯，没有差评。对，都说我们家鲜花饼好吃，叔叔阿姨们。我感觉我喝包子粉，喝的嘴巴到处都是，真的特别好吃，是吧？对，我也觉得真的鲜花饼，叔叔阿姨们。我一口气能吃掉5、6个鲜花饼，正在吃呢。你看这个鲜花饼，是我跟大家说一下啊，在整个云南，你们随便跑随便问，价格没有低于3.5块的这个品质的。我们这个是我小苗找了很多很多的厂家，这家口感绝对是最好的。对，然后我们目前卖了5000多单，没有差评，没有一个差评。没有差评，都说超级的好吃。好吃，所有的叔叔阿姨哥姐们，你们吃过我们家鲜花饼的好不好吃？觉得好吃的咱们给我打上2个字，好吃。好吃，叔叔阿姨们。最主要是什么呢？我们家的鲜花饼。鲜花饼确实好吃，我已经吃完了。是的，叔叔阿姨哥姐们，我们这个鲜花饼是纯手工的，没有任何的科技与狠活。我先吃。纯手工的，我的妈，都说好吃。要是人家有肉拉走。都说好吃，买了2次好吃，要不让叔叔阿姨们上一点吧，因为你看眼看就快过年了，确实，让家家户户都能用得到。囤点，今天第一个饼直接给大家干鲜花饼，好不好？可以，你看，第一个饼直接给大家干鲜花饼，给大家炸一波。但是不能鲜花饼，你们随便问2块，那个3块5、4.5块来云南这边，小苗找的这家厂家口感是最好的，然后一个2块钱都不到。叔叔阿姨哥姐们，够便宜了吧？你到哪里都找不到这么便宜的了吧？不可能找。说实在的，叔叔阿姨哥姐们，并且我们的鲜花饼口感还特别的好，我们目前卖了5000多箱，没有差评。你们在我们家买了多少箱？可以打在公屏上面。买了多少箱的可以打在公屏上面？是不是都觉得买少了？是不是？真的好好吃，叔叔阿姨。要不阿米啊，给大家直接炸个200单。200单太多了。啊，你看那个跟我们合作那家做不来怎么办？最近都在快过年了，最近都在做。人家200单肯定你做不过的，现在都是现做。现做的。我们家的都是现做的哈，因为现在确实是。马上他们公司都放假了。对呀，快过年，然后都上100单嘛。100单嘛。我问一下，想要的扣个一，我看有多少人想要。嗯哼。好久鲜花叔叔阿姨哥姐们，咱们想要的扣个一，我看有多少人想要我们家的鲜花饼呢？不是那种打成粉的，叔叔阿姨们，口感真的是太好了。说实话，不是我夸，咱们有没有买过我们家鲜花饼的？可以上麦跟我们说说。太好吃了。买过我们家鲜花饼的要有没有上麦的？跟我们说说，口感怎么样？都说一口气吃了5个，一口气吃了6个，我的个妈，这么多人想要啊！那是怎么办？我的个天哪！这样吧，叔叔阿姨哥姐们，我给大家上个先上个100、200，上多少呢？100单嘛。
好，先上个100单好不好？先上100单。上100单，你们拼手速，现在先去填地址，我帮你。小苗，实话跟大家说哈，过年了。嗯。你买个。买个3箱5箱10箱8箱。都没问题，然后这个鲜花饼小苗是1毛钱都没有赚大家的，实话实说，小苗是真的没有赚大钱，但是我不亏钱。是的，好，我跟大家实话实说，因为我们年前是也不打算怎么去带货了嘛，然后山货的话明年可能也不怎么去带了，明年可能以专场为主，今年就算是给大家年底了，给大家做个福利，可以给大家做的福利品，小苗1毛钱没有赚大家的啊，收到过之后一定要给小苗一个好评，好不好？100单叔叔阿姨们，我们大家你们数一下几秒钟能搞定哈？直播间人太多了，一卖鲜花饼就上人。你们看猜一下几秒钟能抢完？要快点啊！直播间叔叔阿姨哥哥姐姐们，29000人，3万人了啊！三万了，快！我的天哪！扎一波队，没有办法，叔叔阿姨们，因为我们这个鲜花饼它是现做的，知道吧？现做，然后鲜花饼现做的才好吃。给大家看一下我们的包装。对。给你们看来，叔叔阿姨哥姐们，100，看到了吗？100件，上去！我现在就给你们弄哈，就几秒钟的事，能买10箱去买10箱，对，能买20箱咱们买20箱。我跟你们说，叔叔阿姨哥姐们，祖亲黄友到你七大姑八大姨家，提个2箱，拿个2箱，对，大姨家拿2箱，二姨家拿2箱，三姨家拿2箱，四姨家拿2箱，五姨家拿2箱，六姨家拿2箱，七大姑家拿2箱。七大姑八大。说实话，39.8，你们之前都这么拿牛奶，有人喝吗？这个在云南，没有人喝。云南这边，这是云南的特产，拿出去这是面子，39.8，我们还给你包邮。小苗，我说是1毛钱没赚的，这真的是1毛钱没赚，是真的没赚，知道吧？啥也不说了，拼手速。拼手速去抢，叔叔阿姨们。平时你们来云南买一箱鲜花饼，至少也得花个60-70，知道吧？5、4、3、2、1，上了！已经上了，加七料。已经上了，叔叔阿姨哥姐们。对，有20个。对，一箱有20个。出来了吗？够你。对，没了。我的个天哪！一上就没了。我的个天哪！手速太快了吧，叔叔阿姨们耶！好多人都说没有上。我们是上了，只是直播间人太多，被抢完了。真没了，一秒钟，叔叔阿姨哥姐们，没有上，我们上了，叔叔阿姨们，我真上了，谁没上谁都是小狗。你看他一层一层的特别酥，叔叔阿姨们，叔叔阿姨哥姐们，我刚刚都吃过三个了，我刚刚都吃过三个了，叔叔阿姨哥姐们，这个已经2个了。我给你们看看我们家的鲜花饼，对，给你们看看哈。哇，太！而且我们这鲜花里面鲜花是一半一半的，我们家的鲜花是一半一半的，不是那种像别人打成粉那种，这是花瓣，对，是。机器做出来的，这个是现做的。鲜花之都。对，你看，一半一半的，叔叔阿姨哥姐们，现做的，你看是不是？一层一层的，看到了吗，叔叔阿姨哥姐们？好好，我的个天哪！没想到，叔叔阿姨哥姐们点点赞，把点赞的给我点点，因为这个是不赚钱，咱再给大家来一点。可以。好不好？再给大家上一把。这样吧，叔叔阿姨们。咋说呢，就是也再给大家上一波，你们看看我们这个都是一层一层的，看到纯手工的，纯手工的，再上100单，再上100单真是抢不到，你们就没办法了，就不上了哈，真的不上了，再上100单真的再抢不到，真的你们手速快的叔叔阿姨们，买个15箱买个20箱都是没有问题的，要么200单吧，200单直接干200单好不好，200单来200，那行吧，看清楚了叔叔阿姨，200单哈，200、5、4、3、2、1，已经上了，大家拼手速去抢，拼手速，拼网速。刷一们，已经上了，保质期3个月。拼手速，拼网速，能买10箱咱们就买10箱，能买20箱咱们就买20箱，多买，祖亲黄友送的，一箱牛奶40-50块，50-60块钱，我们比牛奶便宜，是不是多合适呀？也就说是又没了。我的个天哪，云南的特产鲜花饼，叔叔阿姨们，我的个妈呀，没就那几秒钟啊，他们都说没上，我们是上了的，没，我的天哪，你看还有好多没抢到，看我干嘛，这鲜花饼现做的也这太多了，也做不出来呀，没办法，我知道大家都快过年了，这速度抢的，那叔叔阿姨哥姐们，咱们前面收到货的今天有没有，前面已经收到货的，
能不能给我们的香花饼来波评价，好不好吃？打真心的，好吃咱们就打个好吃，很好吃咱们打个很好吃，非常好吃咱们打个非常好吃，好不好？咱们打在公屏上面，再给大家上最后两百单啊！你这，但是我这两百单我可以给你们上，我要给你们说清楚，好不好？苏大一个，各位姐妹，这两百单我给你们上，但是咱们要说清楚。嗯。后天发货。天哪！行不行？没抢到啊。后天发货，因为我们做不出来，真做不出来，不是假做不出来，知道吧？我们是手工的，不是那种机器的。你看那个面饼就知道了，你看一层一层的。而且里面的鲜花都是一半一半的，知道吧？这个是真好吃，满皮上都是非常好吃，叔叔阿姨们。你听，我的天哪，好吃！小苗嚼的声音你们应该能听到，它是那个花瓣，你看，这整个，因为很多人用的是什么打粉的花粉嘛，这个都是新鲜花粉。就是、来，我再给大家上两百单。天，没抢到，这样吧，叔叔阿姨们，你们没抢到的再给你们上最后两百单，最后两百单，对，你们前面买了我们家鲜花饼两百单，看清楚，叔叔阿姨哥姐们，两百都去给我买个十单八单的，相信小苗没毛病，小苗那个十套一毛钱都没赚，刚刚只买了两三箱的，现在再买个五六箱已经上了，叔叔阿姨哥姐们已经上了，叔叔阿姨哥姐们，我们的铁粉还有老粉啊，你们前面买了我们鲜花饼，现快吃完了的，现在赶快去抢，然后等过年的时候给小孩吃啊，或者是走亲朋好友，对不对？都是可以提个两。已经上了，赶快去抢，赶快去抢，赶快去抢。没上，怎么都打没上？我们是上了的呀，叔叔阿姨。上了。已经有好多叔叔阿姨哥姐们都在抢了。赶快去拍叔叔阿姨哥哥姐姐们，又没了吗？我的个天呀，好像快又没了，没了，抢到了信息，我真的上了，我没上，我这是我九单减一行不行？对，又没有了，你们手速这么快的吗？叔叔阿姨哥哥姐姐们，我的这个鲜花饼真的是太好吃了，叔叔阿姨哥姐们，我再吃一个不行，我你们收到过程不好吃，我说实话，你给我退回来。对，包退，我再吃一个，叔叔阿姨们。没有了，又没了。没有了，没有了，叔叔阿姨们，我的个天哪，我的妈呀！你们看，它打开里面是30克，满满的特别大一个，你看，打开，你看满满的鲜花，叔叔阿姨们，而且它表皮也就是一层一层的。没了，又没了，又没了。很好吃，嗯。叔叔阿姨哥姐们，我跟大家这么说哈。这个鲜花饼的口感太好吃了啊！这一半给你吃，我们一共是卖了几千单，没有差评。对，没有任何差评，叔叔阿姨们。你想，我给你们说一下哈，你们走亲访友，这个箱子也特别的漂亮，特别大气。鲜花饼，这个跟阿米长得是不是有点像？这个是用我的图像做的。跟阿米长得是不是有点像？然后这个你们拿回去走亲访友，是不是面子？对，面子是不是超级的足，对不对，叔叔阿姨们？鲜花饼，云南的特产，叔叔阿姨们，才39块8一箱，你们来云南至少也得六七十，至少六七十，不到2块钱啊，至少六七十。说实在的，叔叔阿姨哥姐们，合作嘛，就其他放在实体店都特别贵的。这个东西，我这么跟你说，阿弟阿米，我跟你说，叔叔阿姨哥姐们，我跟大家说个事，我跟你们说个事，我们直播间有一个阿姨，他们家是开商店的。买了20箱，他放在他店里卖3块钱一个，我的天哪，卖的好的不得了，他们村的小孩都到他们那里去买，嗯，笑死我了，我的个妈呀，叔叔阿姨们，真的笑死我了，说实在的，甜而不腻，而且他的这个皮真的酥酥的，超级的好吃，你看一层一层的特别好吃，真的，我好喜欢吃，我每次吃都能吃的掉个五，至少也得六七个，真的好吃，叔叔阿姨哥姐们。还有好多人没抢，真的好吃，真的没抢到也不上了，真的叔叔阿姨哥姐们，再上真的做不出来，希望大家能够理解，真的做不出来，叔叔阿姨哥姐们真的做不出来，因为我们是纯手工的，知道吧？它是真好吃，说实在的，你看一下我们的评价就知道了。对，你们买了几箱打在公屏上面，买了几箱，叔叔阿姨哥姐姐，还有直播间的叔叔阿姨哥姐们，鲜花饼我们这差不多是最后一次卖了，嗯。最后一次卖了啊！最后一次卖了，因为年前最后我刚忘记跟大家说了。哦、对，确实，年前因为快过年了嘛，叔叔阿姨们。做产量做不出来，我们没有提前订，因为我们没有经验。是的，因为这个东西你要必须要提前去找厂家，你说我要订1万单，我要订2万单，
要提前订才行。我们忘记订，我们不懂，你知道吧？都是现做现发的。因为我们是接到最新的。对，这个厂家怎么说呢？就是这个鲜花饼真的特别好吃，而且也跟其他就是你看一个差评都没有。对，都收到的一个差评都没有。我的个妈呀！先拍的先发货。再上一点。没抢到的给我扣个一，我看多少人。天哪，怎么都打？没，再给大家上最后一百单，拍了两下，最后一百单，最后一百单嘛。我的个天哪，那我这后面说不出来咋整理。这一百单是没问题的，一百单，我是有把握的。嗯，你把握？我有把握，这一百单我是100%有把握的。多了不能上。我买过五箱了，多了不能上了，多了上不了，多了这么多了出来。因为我阿敏，因为我忘记跟大家说这是年前最后，因为很多叔叔阿姨哥几们都要囤货，都要囤一点。你说说实在，阿敏，嗯。我自己都从上面买了20箱，因为我要走亲戚，我过年回去要走亲戚嘛，我自己都买了20箱。你想想，你走亲戚，我让阿牛买了17箱，17箱，买到我家那边去了。拿2箱鲜花饼走亲戚，以前你们都是拿2箱牛奶，纯牛奶都没有，牛奶没有，小孩不喜欢，但是鲜花饼都喜欢吃，对，太好吃了。那行吧，再给大家再上个100单，你把握好。等我再上一百单嘛，大家拼手速吧哈！我再请一个叔叔阿姨们，能去买10箱，咱们买10箱；能买20箱，咱们买20箱。真的，我跟你们这样，你这个，你对1%，你们买个2箱、3箱的，说实话，叔叔阿姨们，收到货之后你们会后悔的，后悔买少了。叔叔阿姨哥姐们，对，快过年了，看到了吗？100个，1箱20个，100看到了吗？叔叔阿姨哥姐们，100。嗯。我抢到了4箱，厉害厉害！多去买，再抢！你们直接去给我抢个10箱，真的，你们听我的话不会错的。因为快10箱400块钱，你走亲访友，你到你亲戚家，过年谁家不用？哇塞！说说已经上了，快快快快！快快快！我的个妈呀！相信小苗，这个口感真的很好，很好吃，叔叔阿姨们，你们没上，我们上了，已经真上了。我要没上，我是小狗。对，跟上了，快快快！一箱有20，快点抢，因为年前最后一波了，知道吗？叔叔阿姨哥姐，叔叔阿姨哥姐们，年前最后一波了。对，我忘记订了，知道吧？这是我的问题。没事，我都叔叔阿姨们不怪你，我都挺觉得挺不好意思的。说实在的，叔叔阿姨哥姐们，对，因为这个东西像这些东西都要提前的订才行。拍了9箱的可以，赶快去抢，买个10箱20箱，放心，绝对什么问题都没有。或者你们吃过我们家香瓜饼觉得好吃的，嗯，家里开商店的，去回去买个10箱8箱的换在家里，过年的时候小朋友都天天到你家，你生意都会变好，直接生意爆了，好吧？2块钱合着1.9块，一块就得2块钱，2块钱一个，嗯，你3块卖3块，3块都挣了，卖3块，1箱都得挣了好几块就，还有最后5单，结束，还有最后5单，上海可以发。最后5单，我买了9箱，可以。你那里手速真快，叔叔阿姨们，你们真的拍了1箱2箱的，说实话，你们对那啥，说实话，多去抢，多去抢，会后悔的。太好吃了，对，年前最后一次卖这个鲜花饼，说实话，我真的每次一卖这个鲜花饼，我都能吃个6-7个，因为它是那种甜而不腻，而且这个它的表皮是酥酥的，你们看。是不是一层一层的？而且它里面这个鲜花是一半，就是特别新鲜的，打成粉的那种。最新的鲜，对，都是最新的鲜。赶快去抢，叔叔阿姨们！我的天哪，你们这速度可以。最后3单，最后3单，叔叔阿姨们，最后一次卖鲜花饼了，年前最后一次。你们我们的老粉，在家只有1-2箱了的，现在赶快去拍个5箱，真的，过年的时候，对不对？7大姑8大爷一家送个2箱嘛，是不是？或者是你们给自己的小孩吃，都抢着吃，真的特别好。没了没了，没有了，没有了吗？没了没有了没有了，叔叔阿姨哥姐姐们，我买了5箱，那你手速可以，没有了，鲜花饼没有了，叔叔阿姨们，真的太好吃了，我觉得特别喜欢吃这种。刚刚有一个叔叔阿姨，已经没了，对，已经没有了。他说阿牛没来，省了半箱。阿牛没来，至少要省2箱。笑死我了！没有了，没抢到的，对不住了啊，叔叔阿姨哥姐们，真的对不住了，1单都没有了啊，没了，叔叔阿姨哥姐们，太好吃了！你们收到过之后，说实话，叔叔阿姨哥姐们绝对会谢谢我跟阿米的，对，真的。绝对会谢谢我们的，因为这个口感是真的。我们也算是给大家做的一个福利，因为小苗是真的一毛钱都没有赚，大家知道吧？真的是一毛钱，叔叔阿姨就是为了回馈你们，嗯，知道吧？
啥也不说了，你们知道我跟阿米是最实在的人就行了。收到过之后给我们一个好评，特别好就行了。我的收到过之后给我们一个好评就行了。你们看叔叔阿姨们满屏下没有了，我们这个鲜花笔已经卖过很多次了，他们没有了，买了的都说好吃，已经没了。叔叔阿姨哥姐们怎么样了？嗯，已经没有了哈，叔叔阿姨哥姐们已经没有了。叔叔阿姨哥姐们还想要，我的个天哪，阿米啊，阿米啊，嘿，他们都要被抹，怎么办？被抹，我的个天哪，那年前最后一次吧，再给大家上一点吧。最后一次。啊。嗯，我的个天哪，那你少上一点。那上你就也没有那么多呀，就我看了就一点点。你那不够上，根本就。二十几单呀。年前最后一次。但是你开直播间这么多人，你上那么一点被抹，你觉得你？你哎，我的个天哪！是那直播间的叔叔阿姨们抢不到了，骂我们怎么办？你让你那贝母少的跟啥一样？上贝母，我的天哪！年前最后一次了，我的个妈呀，都要贝母。嗯，阿米，要不给大家上一下，但是我要提前跟大家说一下哈，这是我们年前最后一次上。年前最后一次上是一个事，还有一个事，我要跟直播间的所有叔叔阿姨哥姐们提前说的清清楚楚、明明白白。明年贝母过了年，价格又要上去。哎，一直到明年的八月份之前，价格都必须。关键是价格上去，因为你不一定能再听我说完，明年我们再往不一定能卖了。不是你听我，这是一方面，你听我说完啊。今年。卖的是今年的货，明年的上半年卖的还是今年的货。今年这个寒天气特别的冷，嗯，卖的消耗量是最大的。明年我们再卖的话，还是今年的货，价格是只能往上涨。对，就这是一方面，就是我提前给大家做个预告哈，明年价格1200起，1200起不会低于1200的，1200起步。我们现在是900一斤，我就要提前跟大家说一遍，这是一方面的原因，还有一方面原因是什么？明年贝母能不能卖也是未知数，因为就像我们家卖那个叫什么桑黄一样，我们家卖的桑黄很多人都受益了，桑黄卖不了了，已经没货了，也卖不了，你能卖了也我也不敢再收了。对啊，那收了在直播间卖不了，你怎么办呢？收也收不到，现在上货线也缺货。那个很难收的，很珍贵。前几天因为这个口罩的原因，贝母很紧张。贝母不知道是啥是吧？贝母不知道是啥。叔叔阿姨哥姐们，你们打在公屏上，我问大家了，我们家的贝母牛不牛逼？神不神奇？觉得神奇的，咱们给我打上两个字神奇，完全可以用神奇两个字来神奇。真的很神奇，只要一次就好。对，我们直播间一个阿姨，哦是阿姨连麦，是阿姨，是阿姨连麦过之后说，不是连麦说她老公抽那个抽烟嘛，慢什么什么信什么烟什么什么盐，然后吃我们家的贝母好几个月了，已经好转了，就是他几十年的时候慢什么烟也真的，这你不，我说实话，我要骗大家，我都是王八蛋，对，真的叔叔，哎呦我的个天哪，最主要是这真的很神奇，叔叔阿姨们，亲阿米啊，咱俩啥也不说了，好。啥也不说了，嗯，我的个妈，这能不能上主要是我还有点担心，别能不能上。小明哥，要不你，我的个天，你看你那被捂收的也不少，而且货太少了，你要上的话，我不是我怎么跟你讲呢？这怎么这个谁一直在这连麦？谁呀？妞妞，好，姐应该是你好姐啊，你好，你好你好。你好啊，我想问一下，之前在这儿买的那个贝母怎么不上啊？怎么还没上？因为我们家因为我妈妈嘛，你看阳了以后嘛，身体不太好，那个嗓子总是不舒服嘛，然后之前买了就是吃了可好了，然后我看了，我看怎么还不上，所以我有点着急，就给你们打电话来催一下。太少了，就不够上，我这个天。太少了，姐，我们不是说我是担心上了太多人抢不到，知道吧？因为这被我们年前最后一次上了。对。对，好吧，我就想帮你请下去了啊。先帮你请下去了，拜拜。对不住哈，不好意思，再见，再见。好，我的个天、啊！因为这个东西，
我问，想要的扣个一。你别想要了，你这够上吗？你还想要想要？叔叔阿姨哥哥姐姐们，我的个天哪！倒霉吧？不是他，我的个天哪！因为大家也都知道啊，我们这个贝母是个好东西，真的。不管是大人小孩，只要一吃就好。而且就这么的。对，而且前几年养过的叔叔阿姨们一定要吃这个贝母，小孩老人都必须必吃，每家必买的，每家每户都必买。而且特别是最近这几天降温了，都今天都下雪了，云南这边冷的要死。天气只要一冷，一吃就好。我这个妈的，贝母真的特别。你一年的，我给你们算个账。嗯。你。阿秋。一年到头你们家买药多少花多少钱，你吃我们家贝母就什么都不需要了呀。对，直接拿去炖雪梨，直接干嚼。那把米给大家上吧，别不上的话也不好。你是上啥上呀你？不是你看直播间这么多人，你说实话哈，叔叔阿姨哥姐们货很少，阿米不让我上的原因是害怕大家抢不到。你因为我们说了年，我要是不说年前最后一次。可能你们抢到的几率还大一点，因为我们说了这是年前，年前最后一次卖贝母，所以说你们抢不到，这是很正常的，知道吧？有的要囤货，比方说有的他要买个两百克，要买有的买个都好，有的是刷，因为直接半斤半斤囤，好不好？阿米，冰箱里面的，阿米，这样吧，你也不要说不要上，你已经节奏都已经到这了，刚刚那连麦都要是吧？咱们给大家上，拼手速，我的个天，抢得到就有，抢不到就没有了，嗯。行不行，叔叔阿姨哥姐们，咱们拼手速，抢得到就有，抢不到就没有，哦、行不行？行的话，大家打个，可以的话，咱们打个可以，可以吧，好不好？叔叔阿姨们能发四箱能发，可以发，可以发。对，贝母真的是每家每户必备的。如果可以，我就给大家上；如果不行的话，我就不上了。说实在的，哎呦我的天哪！给你们叔叔阿姨们看一下我们家贝母吧，给你们看一下，是不是长得特别丑，而且它颗粒很小。贝母这个东西，说实话，叔叔阿姨们，我们从小就是平时生什么小病病啊，我妈妈都会给我们吃这个，我们从来不会去买那个小药药什么小碗碗，所以我们身体说实话还是挺强壮的。还有哥姐叔叔阿姨们，对，咱们慢什么性什么烟什么什么盐的，吃你几十年的都能吃好。小苗有一点点夸张，我是王八蛋。你说我卖个东西，我本来一单赚个几块钱，我能给你发这个毒誓吗？有很多叔叔阿姨们发私信给我说买了你家贝母吃了，效果很好，然后什么贝母它真的就可以说是神药。我说实在的，这样吧，叔叔阿姨哥，那阿敏直接就给大家上吧，直接卖关子了，好不好？给你们上吧，叔叔阿姨们。但是我们是900一斤收来的，一百克就是180嘛，加八块钱，对，加再做个200克的链接，200克就是360，同样加八块钱，一定要买200克的叔叔阿姨哥，买200克。囤着吧，叔叔阿姨哥姐们，明年必涨1000啊以上，对，必涨，你们囤着吧，叔叔阿姨哥姐们，明年想卖我们家贝母不会低于1200了，叔叔阿姨们。还有叔叔阿姨哥姐们，我还有个事要跟大家说一下啊，因为我们家的山黄很好，但是现在平台不给卖了，我贝母，你看我们的链接是什么？黄豆链接，我们只能用黄豆做链接给大家，行不行？但是会给你们发这个贝母的，叔叔阿姨们。可以的话，咱们打上两个字可以，我才能给大家上。不行的话就不上。如果你们不相信小苗跟阿米，那就没办法。你们就拍黄豆，我给你们发贝母；拍黄豆，我给你们发贝母。可以的话，你看怀中抱，我就给大家上。如果不行就不能上。你看，这个是贝母，颗粒很小，叔叔阿姨们。可以吧，叔叔阿姨们，真的，你们直播间就是怎么说呢？就是，哥哥还有叔叔抽什么小烟烟的，多囤一点，真的，你们拍个200克，拍个300、400克都是没问题，没问题，什么问题也没有。明年那直接给大家上了，你就直接上，到时候五个座，我，但是，我要跟大家说一下，我们这个。哎呦我的个妈！我们用黄豆做的链接，黄豆作为代替链接哈，叔叔阿姨哥姐们，你们只能自己。我是321，上了。对，一定要去抢200克的，你们已经上了哈，叔叔阿姨哥姐们，已经上了，自己拼手速去抢，我的个天哪，直播间一定要拍200克的，叔叔阿姨哥姐们，已经上了哈，叔叔阿姨哥姐们，怎么一卖贝母就有好多叔叔阿姨们进来？已经上了，赶快抢，拼手速。拼手速。很少，今天抢得到就有抢，年前最后一次，对，年前最后一次。母了，已经上过了哈，赶快去抢。200克一定要买200克，一定要买200克，一定要买200克。给小孩炖雪梨吃，然后给自己平时你们干嚼几口。还是看不到。啊！我的个天哪！你再多上两次试一下。叔叔阿姨哥，啥情况？对不住了哈。我上了，我也没上，我是王八蛋。我们这边看得到的呀，叔叔阿姨们。
我们这边是有的。我多上几次，我多上几次，多上几次。你多上几次吧，这啥情况？不会被平安监测到了吧？有可能。那快点上！我的个天哪！我一直都在上，我手一直在没停呀，一直在这点呀。这怎么办，叔叔阿姨们？现在能看得到吗？只要能看得到，直接就去抢，叔叔阿姨哥姐们，只要能看得到，直接就抢。啊，又没有了。对。你们他有时候一回有一回没有的，我也不知道什么情况。你们只要看到贝母就赶快偏手，只要看到黄豆，只要看到黄豆，黄豆就去抢。我们会给你们发这个贝母，贝母就像三黄一样，叔叔阿姨们平台不给卖，不给卖，所以我们叔叔阿姨哥姐们只能要黄豆的。年前最后一次，一定要买两百克的，我都上了六次了，还是没有。哎呀，我的个天哪！现在有没有叔叔阿姨哥？但是我们这边看的一直都是有。我们已经上了无数次了，小苗哥刚刚已经上了好几次了。一定要买两百克的叔叔阿姨哥姐们，对，一定要买两百克的。是的，有了直接就去拍，有了就赶快去抢，有了吗？哥哥姐姐们，有了，直接去抢两百克的，有可能我们卖着就被下播了，知道吧？因为这个贝母，说实话，叔叔阿姨们，只要太多人受益了，对，太多人受益了，太多人受益了，知道吧？我问一下叔叔阿姨哥姐们，我们家的贝母牛不牛逼？对，是不是神奇？是有没有效果？这样嘛你啊？我们家贝母有没有效果？有效果的大家打上三个字有效果，叔叔阿姨哥姐们，咱们把有效果三个字打上，没有效果的咱们打上三个字没效果。对。直接打出来，叔叔阿姨哥姐们，赶快去抢，赶快去抢！天哪，有了就赶快去拍，叔叔阿姨们，年前最后一次卖贝母，我的个妈，没了！对，我的个天，没有了，没有了，没了！你们手怎么一卖贝母，这么多叔叔阿姨们进来吗？没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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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已经没了，已经没有了，叔叔阿姨们，我的天哪！你们这手速把我都惊呆了，没有了，叔叔阿姨哥姐们，我们一卖这个贝母就有很多叔叔阿姨进来，没有了，对不住了，叔叔阿姨哥姐们，没有了，贝母没有了，没有了，有效果，满屏上都是有效果，没有了，对不住了，叔叔阿姨哥姐们，我们家的贝母，我跟你说，你看